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31面，531面，第二行，第二行，又弥陀要解一云，从这地方看起，这是偶益大师说的。如果若无平时其日功夫，安有临终生念一念，纵下下品孽恶之人，定是俗因成熟，故感临终遇善友。闻变心愿，此事万众无疑，岂可侥幸？偶益大师这一段的开示非常之好。念佛能不能往生，确实是最后的一念，临命终时最后一念生念决定得生。这个道理与事实前面呢说的很多了，我们听了身心不移，完全接受，但是一定要知道，如果平时不认真努力去下功夫，功夫是什么呢？性愿持名。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这就是平时功夫。什么叫都摄六根？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，大家都能听得懂的，就是万缘放下。换一句话说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在六尘境界里面，色声香味触法决定没有贪念，决定没有嗔恚，没有怀疑，没有骄慢，这才叫真放下了。然后这一句佛号，净念是不怀疑不夹杂，这个念就是清净，这净念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放下了，这个净念就没有这一定要知道心不清净，净念是用清净心去念佛相即是不中断每天有定课，决定不能中断，定课不在多少，
贵在一心专念。啊，每一天生念就可以了。除定课之外，叫散课。散课就是随时想到，随时就念。念佛好啊，不念佛就打妄想。念佛呢，妄想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用佛号来取代一切妄念，所以念佛叫正念呢。那不念佛的时候就邪念呢。我们总是需要正念能胜过邪念，那你就决定得胜了。所以平时切热功夫啊，重要。我们在前面也读到过，也有不少同学在学习。那是什么呢？祖师教给我们的，一日一夜，你抽一点时间，一个月一次啊，一日一夜这一句佛号不要中断啊，把它养成习惯，每一个月一次啊，就用印光大师的十念法，念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记得清楚啊，这个记只需要从第一到第十啊，不能有数，不能用念珠，完全用心记，而且是自自然然的记啊，不能有一丝毫勉强。这个方法能摄心啊，也就是念佛的时候妄念没有了，把妄念念掉了。其实妄念是从染污的心所生的，心清净就没有妄念了。没有妄念能够帮助我们的清净心，好处很多啊！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平常有功夫，所以临终才有感应，这个感应呢，就是临终的生念一念。如果平常没有功夫，临终的感应就很难说了。如果是业障现前，这一生必定空过了啊，这么好的缘分遇到没有掌握到啊，所以平常功夫比什么都重要。功夫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放下啊，这个世间拉拉杂杂的与我不相干呐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要知道随缘妙用。你看《望经还原观》上告诉我们，随缘妙用，要懂得妙用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妙用是什么呢？妙用是不关心的
真放下了就是妙用啊，没有放下了这就不妙了。为什么不妙？不放下你所有一切的德用是修福，这个不可以不知道。如果放下呢，放下叫修功德，功德可以帮助你往生，福德不可以啊。福德修多了，人天福报，你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不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啊。下面说纵啊，纵然下下品无逆十恶之人，临命终时一念生念也能往生啊。往生不见得是下下品啊，啊，下下品那是欲缘，没有遇到真正的善缘。如果遇到上上缘的时候，无逆十恶临终啊，很可能上上品往生，不一样啊。啊，这个前面我们讲的很多了，这一提起来，大家我相信印象还相当的深刻。啊，都是宿世念佛的因，在临终一刹那的时间成熟了。啊，所以才有这样殊胜的果报啊。这个事情必须要知道。临终他要具三个条件，才有这样殊胜。三个条件有一个不具足，那就不能往生了。第一个条件，遇到善友。第二个条件，头脑清楚，不迷惑。啊，我们细心观察，几个临命终的人，头脑清楚，啊，许许多多临命终的人病重的时候，家人都不认得。这个事情就麻烦了，现在有所谓老人痴呆症啊，一有老人痴呆症呢，就非常困难，助念都不容易往生。为什么？他不知道跟着你念，他不知道你念什么啊，你看这个多重要啊，头脑清楚。第三个条件呢，听善的善知识开示，立刻就能接受，就相信，不怀疑，依教奉行，才能成功啊。早年我们初学佛的时候，李老师对这桩事情很重视啊，常常给我们同学提示，不可以侥幸的，现在不念佛啊，临命终时念还来得及。临终能具备这三个条件吗？你有把握吗？1万个人，
10万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有把握。那么想到这一点呢，我们现在平常用功就重要了。啊，绝不可以侥幸，啊，想能成就，啊，这是靠不住的。这由上可见呢，一心之境，之境啊，甚为幽深呐。是故本经宗于专念。啊，本经教人修行的方法，就是一向专念。阿弥陀佛。如果我们真的听懂了，真的觉悟了，啊，在这个世间，一切人事物越淡薄越好，真正发慈悲心，想度这些苦难众生。我们有缘应该要做，不是叫你不做。如果没有缘，不要去攀缘。度众生的事情，等到极乐世界圆满成就之后再做。这个想法了就对了。啊，一生圆满成就，这是大事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事情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没成佛的人，成佛要紧，度众生不要紧。为什么？没成佛，说老实话，你也度不了众生。只有你成佛之后，你才真正度得了众生。这个观念呢，非常重要啊！佛菩萨、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的，句句都是实话。欧益大师曰：“现前一句，所念之佛，一本。”超情利见，何劳说妙说玄？欧耶大师慈悲也。欧耶大师希望我们个个在一生成就。啊，我们现前这一句阿弥陀佛啊，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都好，六字四字都一样，这一句佛号本来就是超情利见的。情是什么？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的因就是情呐，情执不断，出不了六道。啊，见是什么呢？见是四圣法界，它比我们高明。它没有情，它有见，见是分别，情是执着。这个说法大家就很好懂。这一句佛号六道里头没有，设法界里头也没有，叫超情离见啊。这一句佛号的感应呢，在西方极乐世界
啊，念佛的人呢，通通都往生极乐世界，跟别的不相应的。那是何老说妙说玄，说妙说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研究经教，研究经教就是说妙说玄。啊，欧耶大师这句话我们就清楚了。啊，真正念佛的人，一心皈依阿弥陀佛，一个方向求生净土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。经教不要了啊？为什么呢？经教来不及了。研究经教是懂一点道理，不能往生。不研究经教，什么都不懂，他能到极乐世界？到了极乐世界，他什么都知道了。啊，没到极乐世界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都不知道是什么根本质啊？般若无知啊。那个一心念佛的人是般若无知啊，是根本质啊。到西方极乐世界无所不知，他是真的在求智慧，真实智慧啊。本经古大德给我们讲三个真实，真实之际是自信，这个经是真如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啊。第二个是真实智慧啊，真实智慧。第三个是真实的利益。所以能把这一句佛号抓住求生净土啊，把这个事出世间法统统放下，这个人是真实智慧，这个人是真实之力，三个真实他都得到了啊。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证得真实之际啊，证得真实之际什么意思呢？禅宗里面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教下里头大开圆解，净土里面叫理一心不乱，你都成就了，没人能比得过你啊。这说真话了，这个话谁相信呢？上上根人相信。这上上根人不一定有地位，不一定有财富，不一定有聪明智慧，他真正相信，真正落实，这个人叫上上根人。这个人的成就不可思议啊。啊，下面这个话还是欧耶大师讲的，只贵信得记，真相信，守得稳，直下念去，啊，一点怀疑没有，啊，真正做到，不夹杂，不怀疑，不间断，或昼夜十万，或五万，或三万，以决定不缺为准。啊，怎么个念法？要看自己的生活环境。啊，一天能念十万声，他的生活环境一定非常好。为什么？他不需要工作。
啊，衣食住行有人伺候，有人照顾他，这个福报就大了。啊，他可以念十万、念五万呢、啊，念三万都是有大福报的人呐、啊。啊，三万比较容易，我见过有一些老居士。晚年退休之后了，他也学禅，也学密，也学教，也念佛。啊，到最后啊，八十多岁了，退休了，觉得禅、教、密都用不上力，最后全放弃了，死心塌地念佛。告诉我，每一天念三万声，正确啊！而且年岁大了，他三万声怎么念？三万声是计数啊，每一天不缺。他住在乡下，在乡下散步啊，吃了早饭出去散步，转一圈。大概两个小时吧，啊，两三个小时，三万声佛号念完，他是一步一声佛号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他走了三万步，又是运动又是念佛，啊，这个方法好啊，啊，如果。恰念住计数不能摄心，那就用印光法师的方法啊，不必计数啊，就是这个佛号十句十句一直念到底，这个方法能摄心。念佛这个法门是讲究真舍功夫，不在念佛多少声啊，贵在摄心啊，就是要求不怀疑不夹杂不怀疑不夹杂，虽然不是真心，跟真心相应，跟真心接近，感应的力量特别强。啊，与阿弥陀佛感应道教啊，如果有疑，有杂念，感应就没有了。佛祖告诉我们，要求我们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，还有一句话告诉我们，心静则佛土静。一天虽然念十万声，心不清净，烦恼习气还很重，那不能往生。那只是说种善根。啊，善根福德虽然深厚，往生的语言不去做。啊，这一生不能往生。欧维大师说，这个扩决定呢，必死一生呢，事物改变。啊，这个不改变就是一心不乱。
啊，若不得往生者，三世诸佛便为诳语。这是决定的神。啊，他的功夫都是在坚持佛号里面成就的，成就念佛三昧，成就与佛相应。啊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都放下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这个人决定得生。又云：要道一心不乱境界，亦无他术。这都是偶遇大师讲的。你要希望得念到一心不乱，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啊，什么办法呢？最初下手啊，须用宿主，既得分明，确定课程，决定无缺，久久纯熟，不念自念。然后呢，计数一得，不计数一得。啊，这个是祖师教导我们最初方便。啊，最初方便呢，用念珠好。为什么呢？你能够扩定了。啊，现在的人叫他一天念一万声，他办不到。啊，叫他怎么念呢？叫他一天呢念一千声，他办得到。一串念珠啊，是108口，叫他念十串，这个他可以做到。啊，慢慢来，念上个3年5年呢，再劝他加，向上提升。啊，开头定多了，后来很难坚持。啊，这个例子自古至今都有啊。啊，甚至于我们自己都不例外啊。啊，所以扩定的少，慢慢往上加，这个好，这是进步的现象，提升的现象。定的太多了，往下减，这是退步。啊，这个是往下堕落的现象，这个现象不好。啊，所以初学的课要定得少。最好呢，初学叫做听经。啊，听经对他有两个帮助。第一个帮助，帮助他信心。啊，真听懂了，他相信了，所以说是断疑生信。啊，人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法门？啊，我在初学的时候，李老师苦心地劝导我，给同学们说过，对这个法门不反对了。没接受。啊，没搞明白了，没清楚啊，不知道它的好处啊。啊，我是在学楞严经，讲过一次《法华经大义》。讲华严经，华严经讲的一半，看到文殊普贤善财童子
都是念佛求生净土，我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这样才接受的。啊，所以没有搞明白接受啊，容易退心。啊，我们看很多念佛的同学，啊，退心，改学别的法门了，甚至学其他宗教了。我们看到了，感到很正常，不以为奇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法门他不理解。你真正透彻理解它了，决定不可能改变信仰，决定不可能往下堕落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所以世尊当年在世，讲经教学49年，有道理啊。啊，帮助我们断疑生信，帮助我们建立坚固的信心。这个坚固的信心就是道心啊。啊，这个不听经是做不到的。啊，自己看看不懂。啊，特别是现在。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啊，真正能够理解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为什么？大家不学他了，并不是他很难，而是我们没有人肯学。啊，蔡老师也很谦虚地来告诉我，啊，深深感到自己的学历不够，对传统文化，就是圣贤的教育，没有根基。啊，现在呢？要想学习，还带了一批同学，自己确实没信心。啊，虽然这个事每天在做，我告诉他，肾虚成就的关键不在乎学历，不在乎你学了多少，在乎你那一点真诚心。这点他懂了，只要你那有一点真诚，没有一点私心，没有名闻利养，啊，不贪五欲六尘，这一点真心啊，太可贵了。他跟圣学相应啊，跟心性的畅通啊，靠这一点，我说你决定能够得到祖宗加持，三宝加庇。你努力认真下去，怎么个学法呢？先学你能够看得懂的，你先学它，看不懂的保留到，别去动它。啊，3年5年之后啊，现在看不懂，到那个时候全懂了。10年8年之后，不但全懂了，你透进去了，其如境界了。
印度更古老中国，学东西不在多啊。所谓的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，没有念过多少书的人，甚至不识字的人，谭旭老法师《影城回忆录》里面讲的一个晒蜡烛的法师，名字我忘掉了，30年前我在香港讲经听说的啊，这一个出家人香灯寺啊，香灯寺就是大殿里面的香油、灯、蜡烛、烧香，由他来负责啊，他管这些东西的啊。6月天啊，大家晒衣服吗？寺庙的经书都搬出来晒啊！啊，以前是线装书啊，这个经要晒的，每年要晒一次。有人跟他开玩笑，说香灯寺啊，你那些蜡烛啊，也得拿出来晒晒啊。你看他真老实，他就把蜡烛搬了晒，这一晒到下午全晒化掉了，没有法子了。晚上上完课的时候，就拿了个化掉的那个灯芯去点，没有一个不笑他。维老师到方丈那里学，这怎么办呢？他笨到这个样子，方丈厉害啊，方丈是认识人啊，这个人可以造就啊，啊，这是个人才啊。方丈说好了，换掉他，叫他不要叫当香灯寺了，叫他到阿育王寺去拜释迦牟尼佛舍利，一天3000拜，规定他啊拜释迦牟尼佛的舍利，拜了3年，他开悟了，他能作诗，他能写作偈子，他能讲经啊，什么都不会变成什么都通了。那是什么？古今中外真正成功的人秘诀，他具足了。这个秘诀就是6个字：老实听话。你看他老实啊，听话，人家叫他晒蜡烛他就拿去晒啊，他真听话了，真干啊。人只要有这6个字啊，就肯定有成就。啊，我们细心就观察古今中外，凡是成就的人肯定具备这6个字。啊，所以说我们这几位老师只要具备这6个字的条件就行。啊，我相信你们10年之后会有大成就。啊，3年持戒，认真去干了，把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要通通落实啊。啊，把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的习气要淘汰掉。啊，起心动念，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苦难众生，其余的都别想。啊，成就自己的德行，你就会得三昧。
啊，三昧是什么？清净心啊，你心里头没有染污了。啊，得清净心之后，有个3、4年，肯定开悟，不能够大彻大悟，至少也能有大悟。啊，你在这个世间，事出世间法里面，你自自然然呢，就高人一等，你就有能力教别人。啊，不要教别的，把自己成就的经验说出来与大家分享，就是最好的教学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啊，东北刘素云居士已经做好这么榜样给我们看了。啊，所以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，这才是成败关键。啊，自己对自己没信心就不能成就了。啊，你说信心多重要，自己怀疑自己就完了。啊，自己首先要相信自己，然后相信佛菩萨加持，相信老祖宗有德。啊，我们发大愿，立志为祖宗增光。啊，把祖宗的遗教德行在我们自己身上做出来，发扬光大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？啊，一点一滴的私心都没有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啊，还有一点私心，就是你的心不干净。啊，你的三昧不能现前。用念佛这个功夫，用印光大师教的方法，他的方法，就是对我们现代人所说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最起现代人的根基。欧耶大师教的，明朝末年、明末清初人的根基，印光大师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，针对我们现前根基而说的，所以他老人家的文超重要。啊，应当要多看呢。幕后这一句“久久成熟”，功夫用久了，这个“久久”至少是10年。啊，有10年就成熟了，不念自念了。计数可以，不计数也可以。若粗心，便要说好看话，要不着相，要学圆融自在，总是心不生，言不立了。啊，心不立，
啊，初心初法性啊，要学不着相啊，学宗门，学教下啊，学谈玄说妙，这个自在圆融就是谈玄说妙，总是心不生，这是真的。这个心不生，头一个就是讲的自己，自己没有自信心呢，所以你的修行不得力。我们常讲功夫不得力了。这是许许多多人，我们常常看见所犯的毛病。又道卓大师曰：“若实学者，未能破相啊，但能一相专制，无不往生，不虚已也。”破相是什么？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四相：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没破啊。四相没破，就是说，大乘、小乘你都没入门。啊，小乘是粗苦，四相破了真粗苦。大乘华严经上讲的实性位菩萨粗性位啊，这大乘呢粗性位，大乘小学一年级你没入门呐。啊，没入门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前面所讲的，信不生，行不立。你功夫不得力，但是，这样的程度，如果能够依净宗的法门，净宗法门不破相，不断烦恼，一向专制，这关键就是专制。专制是什么意思呢？专到极处叫专制。也就是本经前面所说的一向转念。啊，菩提心没发了，一向专念求生净土，就叫发菩提心。啊，如果一向专念不求生净土，这个人不能往生。为什么？没有菩提心。一向专念求生净土，就是发无上菩提心。欧益大师这句话说得好啊，印光大师对这句话赞叹备至啊，他讲得太好了，古人没讲过。啊，你想求生净土是为什么？还不是为清净阿弥陀佛吗？
亲近阿弥陀佛为什么？还不是为成佛吗？所以这一念心呢，是道道地地的无上菩提心啊！啊，世出世间东西通不要了，有好没有也好，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。这叫发无上菩提心。啊，遇到有缘人能够劝导的，跟他讲什么呢？就跟他讲这两句就好了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可以了。他能接受，好，他这一生跟我一样成就了。他不能接受，这个金刚种子种在他阿赖耶识里头。啊，这一生不能成就，来生后世，肯定是他得度的真因。啊，能够这样教人、劝导人，这是真正爱护、真正关怀、真实的帮助。是故本经但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啊，宗就是修行最重要的方法。至于末世，这是讲到我们现在啊，持名者虽广啊，而往生者不多，这就是现在的环境啊，确实是如此啊。这个不但是在今天，大概100年前就进入末世了。啊，念佛的人很多，往生的人不多。安乐集亦有问答如下：若人称念弥陀名号，能除十方众生无明黑暗的往生者，第一句，这是佛在经上说的，若人，假设有这么一个人，这个人什么人呢？念阿弥陀佛的人，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。啊，念弥陀名号，他的威德神力能除十方众生无明黑暗，也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无明啊，得往生者将来自己决定得往生。能除十方众生无明黑暗，这句话的意思很深，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是真的，这个因太好了，
事出事法没有一样能跟他相比。这是什么？众生成佛的真因呢？他将来成就肯定靠这一句名号。啊，所以这个功德不可思议。念佛的人决定得往生。下面说呢，然有众生，称名意念呢，无名又在啊，不满所愿者何意啊？哎，他说我们看到有很多众生，天天念佛，啊。念佛一佛，这无名在啊，无名没破啊，自己求往生，最后不能往生呢，这个是为什么？下面解释了，大约有不如实修行，与名义不相应故啊。他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心跟佛不相应。那什么叫相应？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一念就相应了。如果还求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，就不相应了。这叫不如实修行。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意思是无量觉、无量智、无量慈、无量悲，心量还那么小，这不相应，所以他不能往生。念阿弥陀佛的人要知道，阿弥陀佛心包太虚量周沙界，我们也用这个心量去念，跟阿弥陀佛就相应。如果我们心量很狭小，不能容忍，不能包容，这念佛不能往生。与名义不相应，所以这不知如来是实相身，是为无身呢，这个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把它搞清楚，破除我们念佛的障碍，实相身，实相是自信。阿弥陀佛确实是法性身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。跟我们这个世界身跟土真的不一样，我们这个世界的身，你看生灭身，土呢生灭土，无常啊。阿弥陀佛的身无量寿啊，无量光啊，
极乐世界没有一样东西它会有变化，它没有变化，没有变化就是永恒真常。啊，所以它叫法性身，它跟我们的人完全不一样，我们是法相身，它是法性身。啊，形象不一样。第二个呢，是为无身，他不为自己，无是无万物，就是为一切众生呢。阿弥陀佛现身是为一切众生，不是为自己啊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有这个身体，在这个世界，你是为自己还是为众生？为自己。业报身，我们天天都在讲消业障。业障为什么消不了？把这个身看得太重。别人有苦难现前的，先考虑对我自己有没有利益？对我自己没有利益，不能干。这跟阿弥陀佛不相应的，阿弥陀佛身是为众生的，这个身为众生死他也要干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世间人看到这个身有生死，佛有没有生死？没有啊。啊，这个身是身舍掉了，另外一个身又现前了。啊，说不定啊，就换成了实相身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自己功夫虽然没到啊，阿弥陀佛加持你，帮助你，就把你提升了。底下说得很清楚了，哎，复有三种不相应。这都是祖师大德说的，也是告诉我们啊，我们如果有这三种不相应，虽然一天念佛十万声都不能往生。第一个，信心不纯，若嗔若妄。不纯是什么呢？不老实。啊，这个信心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没有了。平常好像有，紧急关头就没有了。啊，紧急关头通通忘掉了，全为自己。啊，为自己这个肉身就大错特错了。第二呢，信心不移，为无决定故。他欲望太多，爱好太多，啊，学佛，每一个宗派他都喜欢，啊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五十三个法门都羡慕。都想学，广学多闻，要做大通家。啊，如果有这么一个念头呢，那他的信心真的是不一了。
他不能成就，他所成就的是佛学常识。啊，你看五十三门，一门都不专，一门都不精，都懂得一点皮毛常识，没用处。三者呢，信心不相许。为什么呢？余念坚固，杂念很多。这三个确实是大病啊。啊，下面说地相守舍，若能相续，则是一心呐、啊；但能一心啊，即是纯心啊。居此三心，若不生者，无有是处。啊，我们要把这三种不。把它放下啊，受舍就是放下了啊。这一放下，第一个信心纯，第二个信心转，第三个信心相许，那你就没有不成就的，你决定会成就。啊，幕后说了，若能相许，就是一心；但能一心呢？一心就是纯心。这个人决定得生，决定成就。啊，这里话说反面的，若不生者，无有是处啊！啊，这样的人居此三心，如果不能往生，没有这个道理，无有是处就没有这种道理。此论这指啊，当是敬业行人之病根。确实。绝大多数他为什么信心不纯，认识不清楚，学习大乘的时间短，没有能理解，没有能深入，他这个信心若存若亡，这是很普通的现象。那么在现在，讲经的人少了，啊，经本虽然有注解，注解都是文言文，古大德所著的，啊，今人所著的白话本是有。白话本没讲清楚啊，没讲清楚的原因啊，是做白话解的人对于经中没能深入啊，对古大德所传没能够切入，是的，讲不透彻，让人读了还有怀疑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信心不移，人都喜欢贪多，都喜欢好奇啊，都喜欢广学多闻，这个是对于
圣贤的学术啊，圣学、佛法修学的最大障碍。啊，那么信心不能相续，这是懈怠。他学习没有能够得到法喜。啊，论语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，那个说他没有得到。他当然不能相续。啊，如果在经教里面得到法喜了，他绝对不会间断。啊，这三种原因我们知道了，所以我们才能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，天天教学为的是什么？天天教学，这三种毛病都不会发生。教育啊，现在佛教把教育丢掉了，问题出现了。啊，古时候为什么世世代代成就的人那么多？就是随时随处你都能够接触到教学。啊，寺庙里面教学。学校里头也教学啊，老师虽然是学儒的，他懂佛经，他教学当中常常会引证啊，家庭里面也教学，教得好啊，我们接下去看，念佛而不能得往生之果者，以不知如来是实相身呐。认身如悟啊，这个是误认，错认了。啊，错认这个身跟这些一切万物啊是没有两样啊，取向之处啊，起心动念，取向之处，忘记妄生计较，这个计较是分别啊，一般凡夫在日常生活当中。起心动念、执着、分别，全用的是这个心。这是什么心呢？轮回心呐、啊！啊，缺少智慧，是中道矣。现在不是说缺少智慧，他没有智慧。现在人求知识，不求智慧。啊，所以灾难先前了。这个灾难之多。
我是昨天晚上看到同学把最近三个月世界各地发生灾难，只是把标题拿来给我看，100多，三个月当中100多，几乎每一天都有一次，还有两三次的，没有一天没有啊，而且都非常严重。啊，看到世界上各个地方的地震，都是5级以上的。啊，火山爆发，龙卷风，啊，旱灾、水灾。太可怕了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细心去观察，去反省。到底错在哪里？确实，就是错在缺少智慧摄中道矣。这两句可以来解释这个问题。为什么现在的科学完全是知识啊，不是智慧啊。为什么？知识是以物质现象为研究的对象，啊，智慧呢，它是以心理现象来发掘智慧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物质从哪来的？物质是从心想所生的。大乘经上讲的多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呐。那个一切法就是物质现象。从心想生，所以物理它不是究竟的，它不是万能的，它能解决局部问题，问题还带后遗症。智慧是圆满的，能解决一切物质问题，没有后遗症。啊，这是今天灾难错误的根源呐！啊，佛在经上常讲啊。境随心转了，要解决今天社会问题，解决地球的问题，要从心理上去发掘。啊，从心里面去找方法。不是物质发生问题，心理产生问题，影响了物质。如果心理上的问题解决了，
地球的灾难问题也就解决了。啊，那么今天学术界随科技文明重视物理而疏忽了心理，麻烦出来了。啊，确实缺少智慧，失掉了中道啊，失掉了中道就是失掉了平衡。啊，物理上讲平衡，失去了正常的秩序，令之三种不相应，此三种不相应，一言一蔽之，只是信心不足啊。这句话说得很好啊！啊，三种归到一，这一就是信心不足。什么信心？第一个，不相信自己啊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佛法讲信心跟其他宗教里面讲信心不一样。一般宗教里面讲信心，信上帝，信神，这摆在第一位，佛法不是。佛法讲信心，第一个是信自己，第二才信他。他是什么呢？他是圣贤，他是佛菩萨。啊，把佛菩萨圣贤摆在第二位，头一个相信自己。啊，相信自己是什么呢？佛在经上说了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你相不相信你自己本来是佛？你要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，你就成不了佛。为什么要把自信放在第一？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中国传统也是把这个信心第一看着自己，本心本善，你相不相信？三字经上第一句话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跟大乘佛法讲的实际上是一个意思。性本善就是本来是佛啊，性本善的善，不是善恶的善，是一个赞叹的词。啊，圆满到基础了，没有一丝毫的缺陷，就这个意思，这称为善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个意思。啊，大乘教讲的更具体，你本来是佛。东方教育跟西方不一样啊，没有怀疑。从这个地方建立坚定的信心啊，作为我们学习断烦恼成佛道的根基。
所以信心不足，什么都不能成就。不但出世间法不能成就，世间法也不能成就。这信心多重要！往生资粮即心愿行，却亦不可啊！往生极乐世界，资粮用现代话讲，条件三个条件：第一个是信，第二个是愿，第三个是行。三个缺一个都不能往生啊！信是头一个啊，什么人能往生极乐世界一点障碍都没有？给诸位说，相信自己是阿弥陀佛，他障碍就没有了。啊，最近这些年，经宗提倡三世心念法师。信念的法本是元朝时候中峰禅师他老人家编辑的，他在这个法本开示里面就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。这两句话说的太重要了。阿弥陀佛跟自己都是自信清净心里都变现出来的，一个心呢。清净平等觉是真心，真心现的佛像就叫阿弥陀佛。我这个身像也是真心变现出来的，怎么不是阿弥陀佛？啊，佛爷说得很好，我们的身是带着妄念的身，但是妄念是虚妄的，不是真的。你只要一觉悟了，这个妄不碍事啊，它就不起作用了。你不知道它是妄，你把妄当真，把真忘掉了，这个妄心起了作用。它虽然起的作用，它毕竟是无常的，它经不起考验。你只要一觉悟，它就不起作用。啊，所以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对我们最大的恩德是什么？把这些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了，我们恍然大悟了。这一悟啊，妄就不起作用了，你的清净平等就不渐渐就恢复了。清净平等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一定要信，决定不能怀疑，一定要发愿往生净土啊，亲近阿弥陀佛，
将来在极乐世界修行正果，证得的身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，没有差别。像前面我们所读的阿舍王子，你看这个小团体，几十个人，他们听释迦牟尼佛介绍极乐世界，听得甚欢喜，心里面就想着，我要往生，我要成佛，我要跟阿弥陀佛一样。虽然没说出来，阿弥陀佛都知道了。啊，当时就给他们受记。据《要解》所云，幸运有缺啊，或者是你有怀疑，或者是你那个愿心求极乐世界心动摇，则持名纵如银墙铁壁，风雨不入啊，也不能往生也。我说没愿啊，没有幸运，可见的幸运是能不能往生关键的条件。只要有真心，有真愿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欧耶大师说得好，品位高下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是哪一个等级，那是持名功夫的前身啊，那是念佛功夫。念佛功夫前品位就低，念佛功夫深品位就高啊。能不能往生确实就在心愿啊，有心有愿决定得生啊，幸运持名就是一心不乱了。啊，念佛里面还有夹杂，说明说愿不切，心不深。啊，真有深信切愿呢，念佛里头不会有夹杂。下面一段叫诸大乘者啊，这个是三辈往生最后的一章啊，啊，不是专修净宗法门的啊，一般修大乘法的。法华经譬喻譬喻，若有众生从佛世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闻法信受勤修精进，这是一般大乘根性的人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，不管你听哪一部经，听了啊，你都能相信，都能接受啊，而且都能够认真去依教奉行，勤修精进就是依教奉行。也就是
老实人、听话人、真干的人啊，这六个字都具足了。他求什么呢？求智慧。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啊，在佛学佛的时候，求别的东西求错了，求智慧啊，求一切智，求佛智，求自然智，求无私智，求如来智见啊，力无所谓，实力是无所谓。前面我们都学习过，你看他求这个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我们看看佛求什么。物质生活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他快乐无比。他为什么活在世间？他活在世间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价值？下面说出来，明念安乐无量众生，佛活在世间就为这个。明是怜悯啊，念是念念不忘啊，要让众生呢离苦得乐，免难得安呐、啊！佛是为这个，除了这个，他没事。他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标呢？用教学，那我们就知道，教学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教学能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消除灾难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苦乐从哪来的？众生思想行为善，就是极乐世界。众生的思想行为错误了，就是我们现在灾难频繁的地球啊。真的是我们想错了，我们讲错了，我们做错了。啊，惹来的天灾人祸。啊，日本的地震、海啸是天灾呀。啊，核辐射人祸。那不是天灾呀、啊！啊，带来这么多苦难，啊，只有人心回头、觉悟，问题才能化解。连美国布莱登都说。啊，化解
2012，玛雅的灾难预言，他说只有全球的人觉悟了，大家都能够弃恶扬善。我们佛法讲断恶修善，一个意思啊，放弃不善的啊，发扬善的啊，断弃恶扬善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啊，起心动念像佛菩萨一样怜悯一切苦难众生啊，关怀一切苦难众生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，怎么帮助？教学，无论是中国外国，古圣先贤都是用教学的方法啊，大家都知道所有的苦难，连地球的灾变根本原因在哪里？人的念头不善，言行不善所感的啊。化解的方法，众生的念头善，言行善，问题马上解决然后我们真正体会到啊，社会的动乱，地球上灾变频繁，全是我们自作自受。真正通达明了了，没有自然灾害，自然没有灾害，自然都是最美满的啊，最究竟的。人只要能够随顺大自然，什么灾难都没有啊。我们个人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、生活行为能随顺大自然，健康长寿啊。所有的麻烦都是违背自然才产生的，佛讲得清楚，我们的祖宗也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可惜的是什么？不相信了，不向老祖宗学习啊，向现在科技文明去学习，吃大亏了。啊，比如医学，啊，我学佛的时候，跟李老师，啊，李炳南老居士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医。啊，我想跟他学，他告诉我你年岁过了，他说你如果10年前认识我，我会教你。我认识他的时候31岁就迟了啊，叫我专心学佛。啊，告诉我中国医学5000多年的历史啊。
啊，中医讲究的是什么呢？讲究的是养生呐，这是中医真正的目的。依照中医的说法，人的寿命至少200年。换一句话是，你能活200岁是正常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人身体是个机器，这个机器你要懂得用它，要知道保养。它就有那么长的寿命。如果你不懂得，你糟蹋它，寿命就缩短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我们从那里听到一点中医的常识，啊，这是中医真正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。啊，让你有认识。啊，中医第二个目标是防预防疾病。啊，指导你如何在这一生当中避免疾病。他讲这个道理。啊，这是中医第二个目标，叫保健。第三个目标才治病，啊，而治病呢，不用药物，啊，用什么呢？用心理跟物理的治疗，啊，这就跟佛法所讲的相由心生呢。啊，所以最高明的佛经里面用念咒，啊，这个咒是没有意思的，没有意义的，啊，很符合科学的原理原则。啊，疾病是什么？你里面的器官呢，有阻塞了。不能够通畅了，啊，用阴身震动，啊，那个阻塞，它就把你震开了，震动开了就畅通了。那么像这些治病的咒语，《大藏经》里面很多。现在我们去练灵不灵，不灵了，为什么呢？阴身不对，阴量。他讲阴深阴量，阴的长短，震动哪一个部位都不一样的。啊，用这个方法，这最高明的方法。啊，但是这个方法一定要口传。啊，我们在古籍里都看到，唐朝时候还有，唐朝以后啊就没有。啊，经书里面记载的，我们现在念的不准确，都不是他不灵，不准确。啊，然后就是用推拿。啊，这个都是最好的治疗方法。在不得已的时候才是针灸。啊，所以针灸是第二者。阴身推拿是第一，是第一种治疗的方法，最好的方法，不要用药物。第二种用针灸，第三种才用药物。啊，老师给我讲的常识，不是，中医是一门大学问呐，养生之道。啊，方东美先生有一天问过我这么一桩事情，他说中医5000年的历史，
西医还才300年，你相信5000年的，还是相信300年？问我这么一个问题，很值得玩味呀！中国东西好啊，要肯定老祖宗啊！现在不相信老祖宗，叫大不孝啊！这个大不孝就是你得病的原因啊，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念头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